五个，五个，五个，五个。这什么地方？我怎么来这边？你不是那个蚌壳精吗？对哦，我都忘了跟你自我介绍。你有看到这片美丽的海吗？我就是来自三重县伊势志摩地区的海域，里面生长的一颗蚌壳精。我要感谢你们替我完成任务，因为我当初找你们来，就是因为我在海里修炼的时候，有在看你们的节目，看到你们去大阪玩，我就觉得不可以只有去大阪，一定要让你们来三重看看我的老家。接下来我要送给你们身为一颗蚌壳精最珍贵的宝物，还要交代你们来我的老家享受两天一夜的豪华行程，等你醒来你就知道了。哇哈哈！哎，蚌壳精。五哥，是哪里？五哥，怎么那么亮啊？五哥，我们在天堂吗？我记得我是睡在饭店床上面，怎么醒来竟然在……哎，我屁股好凉哦。我也是。这是海边哎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们怎么会在这边呢，五哥？怎么会在这边？五哥，为什么你的裤裆这里有白白的东西？你可以帮我拿出来吗？你确定要我帮你拿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停。那我不客气喽。啊！这什么东西？这五哥这是什么啊？这么拙劣的画工，看起来应该是个蚌壳，蚌壳精。哎呀，我昨晚上做的梦，没有梦的没有错哎，原来这是真的哎，蚌壳精真的来找我，他说要给我一个 message， 他要给我一个那个讯息。什么讯息啦？我看我来戴手套是不是很难拿？你看你看，哎，你最叫我戴手套哦。没有，都戴别的。蚌壳精很厉害耶，先撕开，撕开。到珍珠美术寻找独一无二的宝物，哎，珍珠美术寻找独一无二宝物，宝物在哪里？该不会在这里吧？这里其实没有宝物了，没有宝物吗？对，它只有保护性动物而已。哎，它这样子蚌壳精还蛮守信用，它说我们完成提示之后，它就会送我们很珍贵的宝物，而且还说要招待我们去它老家玩两天一夜，莫非就是这个地方吗？真的还假的？我来看一下。哎，你不要听到宝物就乱跑哎！五哥，那里有栋房子，应该有宝物，走，快点！五哥，快点，这里！你不要听到宝物就在那边高高兴了，快点，在哪里？这里，五哥。来，小心。哥，慢一点啦。小心。我想请教，这里是哪里啊？ここはパルミキです。パルミキです。パルミキです。就是珍珠美术了。啊，对，パルミキ跟我当初在做梦的时候是一样的名字，很特别。那在这边要做什么呢？ここはね、真珠が弱って、玉を取り出してもらって、玉というか真珠を取り出してもらって、それに穴を開けて。ネックレスとかイヤリングとかペンダントとかブローチとかいろいろなものを作ってもらう体験をするところです。做一些 accessory 就对了。哦，那要先从彩珠开始喽。对啊。彩珠从哪边开始彩珠嘞？イカダから貝を上げてきて。そこのねイカダがあるんですよね。そこに貝が釣ってあるので、そこから貝を上げてきてここに置きます。そしてそれから。自分の好きな貝を一つずつ選んでもらって、その貝を割って真珠を取り出します。那我们现在过去吧。走。他说他要去拿珍珠，再从那个水里这样拿出来。那没问题的，我也会啊。OK， 那我们来吧，来。你先放下。就这样子哦。就这样子。对呀。五哥。走。我跟他很有默契，我这么觉得。哎，对，跟他不用言语的沟通，对呀，就用心灵交流。好多。一つこう選んでもらってね。でここのとこが丸いとこがあるわ。丸いとこのね中心部分にね、グッとナイフを入れるんやわ。そして手は上から持つ。な。そして時計回りにぐるーっと回してもらいます。そ
そして貝をこう割って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可是我还没有。我大嫂的那个的一起。我大嫂跟谁肚子是一样？妈妈的，妈妈女性的肚子。哎，真的有个珍珠。这里个啥？この中から一番いいなって思う貝をまあ選んでみて。选一个，选一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选好了。OK， 我们现在选好了，来，你一起来选一下。この中からいいなって思うのを選んでみてください。喜欢。哇，那我要选一个最好，一番大きい，最大的。そうそうそう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五个。開けてみて。うっさ。あ、ここ。有了，五个。很大，很漂亮。很大哎，我这颗很大哎，看得到吗？五哥，你还好吗？五哥，大丈夫。五哥 ，Are you OK？ Are you OK？ 老师，瘦瘦。啊，好厉害的。好，开开开开开。紧张是。开。哦哦，有哎有哎，好好玩哦。它里面都只会有一颗而已哈。我觉得珍珠给人家感觉本来就是珠圆玉润，这是很好的一个形容词，让人家感觉她是既优雅，然后又平易近人的一位女士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戴珍珠如果给人家这种感觉的话，那就是近乎满分。所以我们现在做完之后呢，我们是不是要去做我们的那个饰品啊？あのね、これをね、ちょっとここで磨きます。ここでね、ぬめりと汚れを取るのに塩。盐巴，食盐的磨きます。他用这个盐磨一磨，哎，好好玩哦。不，他这真蛮科学的哈。对啊，把外面的脏脏东西磨掉，洗一洗，然后再洗一洗，擦干净，然后再把它擦干净。好了，はいどうぞ。好，ありがとう。それを持って、向こうに行って、穴を開けてもらって、いろいろなものを作ります。第一次自己挖珍珠哎，五哥。对呀、啊，而且猪挖珍珠很少看到。所以我是。哎，那我们过去哈。好。大家说。走吧，我们一起过去。挑两个好不好？一个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珍珠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们要挑饰品，一个呢，我们可以自己收藏，你可以送给你的前夫啊。前夫，你应该送给你太太拯救你的婚姻吧？还说我的前夫嘞？我的婚姻其实不是一颗珍珠可以解决了。那一定好好做，你不要乱做。我一定会好好做，一定要好好做。那像我们现在摆在我们前面是什么？是银饰跟金饰的。是，那你喜欢银饰还是喜欢金饰？不是，我喜欢银饰，这边都可以挑。我挑这个好了。那你要挑哪一个？我要选这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最素雅，素雅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这种跟你一样啊，就是脑子里面。哎，干嘛这样说？哎，这种戴起来才漂亮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就什么都没有。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漂亮，我这个也很漂亮，你看，漂亮哈。好，我应该会把这个送给我太太。那你要送给谁？我就当然送给我自己啊，我这么辛苦。真是，你就不想要送给你妈吗？我妈哦，哎，对哦，我也可以送给我妈，可以送给妈妈。然后我这个珠很奇怪，它上面是有个 kika， 有个角，有个角角，然后她跟我说要不要换，但是我觉得自然是最好的，因为它上面还有一点点黑色跟深蓝色，就是象征海洋的变幻莫测。她说只要我这样子戴在身上的话，越来越好，它的颜色就变换得很好。好了，我们已经选好了，选好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做了，对不对？一条自己保存，一条要送给亲爱的观众朋友。刚给我们第一个，他说到这个珍珠美术去找的时候，我们找到了，找到啦！那真是独一无二宝物，因为是靠我们自己的劳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们自己做的。你那个是你要在什么时候戴你的项链？我那项链什么时候戴啊？分手的时候戴，快了。你不要再乱讲话了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小心一点。我们再来看第二条好不好？好。我就说乱讲话怎么样？我就说乱讲话你怎么样？你在乱讲话是不是？对，我就说乱讲话怎么样？你不要逼我哦。我是没有逼你哦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锦囊。对啊。
不是用完了吗？没有。你怎么还有？蚌壳星又给我了。又给你？什么时候给你的？昨天做梦的时候就给我了。我今天早上发现就口头说，哎，怎么这个东西？哎，还是我把它打开来看看。不要！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错了。你刚说什么？我刚刚说我是大笨蛋，我是笨蛋，我错了。好，那我先不开。先不要开，我先不要开。那我们现在看第二条好不好？好，第二条。江江。哦。去海女小巫小用海鲜大餐。五哥，你有东西可以吃了，走吧。急什么啊？一点水准都没有。我就是没有。你说我谁没有水准？你说谁没有水准？你说你没有水准。是我。我真没水准了。啊。我干嘛？我变成海鲜让你吃好了，我去吃海鲜大餐。五哥，这是我肩膀有点酸。啊，好，我帮你按。